那年秋天，是什么吸引你到这里？是斯万钟楼的古朴宁静，还是沉静润园中松柏的苍翠欲滴？是南国书院漫溢的书香，还是绿茵场上挥汗如雨的飒爽英姿？这里有最美好的记忆，书香弥漫，榕树苍苍，智者谆谆教诲，同学欢声笑语，感受历史的厚重，开启智慧的大门。这一切就是我的学校。这里有最美丽的画面，肃穆的古书院建筑，现代化的新教学楼，智能广播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覆盖校园，古亭楼阁与高屋建瓴完美融合，仿佛在交错时空中跨越百年。同学们，福州外国语学校创建于1907年，勤勉上进自强守恒是我们的校训。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教授曾经是我们学校的校友。从三一学校到福州第九中学，再到福州外国语学校，古树参天，目睹学校百年巨变。我们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庸才，我们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治世英才。这里是放眼看世界的窗口，追求精彩外语、多元文化，凸显个性，快乐生活。旨在培养外语见长、文理兼修、素质全面的国际型基础人才，积极探索英语、日语、德语、法语多语种多元化的办学模式，构建富裕外语课程体系，打造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相融合的富裕外语课程，先后与爱尔兰、日本、德国的大中学校建立合作办学关系，将优秀外籍教师请进来，将骨干教师送出去，形成了外国语学校独有的文化氛围。外籍教师用他们幽默风趣的教学方式，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了异国语言的别样风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国家的那种文化上的魅力。我们学校每年都会组织我们参加交换生、国外休学等国际交流活动。This is a school with a legac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that combines the ancient Oriental culture with the modern Western culture. Our main goal is language teaching. The school respects the customs and culture of different countries. 我爱福州外国语学校。我们愿意为学生的茁壮成长保驾护航。
私たちはここで楽しんで生活しています。 Hier leben wir sehr glücklich. Nur wir wollen hier ist. We are living here happily. 在这里我们快乐的生活。耶！学校致力于追求适合学生的教育方式，营造学生健康成长的学习环境。是我们学校传统项目，也是我们的必修课程。我希望能像以前的学长们那样，成为国家级名将和著名的裁判员。体教结合，强身健体，磨砺意志，是学校近百年来形成的足球精神。传承足球精神，立德树人，立教人梦。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我想成为一名外交官。我想成为一名翻译官。我想学校因我而骄傲。王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我想办一所有温度的学校，让知识丰满你们的羽翼，让老师点亮你们的未来。当你们毕业之后走上社会，服务他人，温暖社会，愿我们的校园成为大家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同学们，看这棵大树，我希望我们的学校能够枝繁叶茂，欣欣向荣，越办越好。